友，请你画出你最感恩的人是谁。大爱妈妈守护我们的爱，每天大爱妈妈接我下来。大爱妈妈守护我们的健康，大爱妈妈守护我们的胃口，帮我们做很多东西。我超喜欢大爱妈妈，因为她很好，她会教我们涂颜色。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马慈济情。用菩萨心来对待自己的孩子，用妈妈心来对待普天下的孩子，这是证严法师的静思语，也是慈济幼儿园大爱妈妈的使命。小朋友一到幼儿园，第一个看到了除了老师就是大爱妈妈。在3年幼儿园的生涯中，处处都充满大爱妈妈爱的足迹。从小朋友的图画中看到大爱妈妈的身体力行，守护小朋友的爱，守护小朋友的健康，守护小朋友的慧命。每天早上8点，慈济幼儿园的门口就有几位的大爱妈妈及大爱爸爸准时的守在那儿，除了指挥交通，也会迎接孩子的到来。来，来，这个你拿，很薄的你拿。拜拜。来，跟宝宝讲什么？讲话。OK。感恩你叫我来。然后有个孩子讲说：“哎，要感恩爸爸妈妈们哦，感恩你们叫我们来。”要跟孩子提醒说，要跟爸爸妈妈讲，路上小心，感恩你带我们来。这是呢，我们可以上人讲的，口说好话，心想好意，身行好事。每一天，小朋友抵达幼儿园的第一堂课，就是大爱妈妈教的礼仪课。天主早安，36:3。上完礼仪课，小朋友进入幼儿园的第二堂课就是健康教育。感恩你啊，感恩是姑娘，不客气啊。就是也可以，教育到孩子说，哎，我的孩子，我的身体有没有健康，有没有发烧？如果是37.5度呢，那么就要发烧喽。所以要叮咛孩子们，你要多喝水哈、哦。如果是38度，我们就会跟老师讲哦。说孩子可能是发烧了，要请爸爸妈妈们来带孩子，还是关怀孩子们。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疾病，所以呢，我们大爱妈妈一进来在门口外面呢，就帮孩子们量着他们的体温，我们希望说能够守住孩子们的健康。孩子们放好鞋子之后，大爱妈妈会继续为孩子进行第三堂课。早安，乖。我们会就是帮孩子就是洗手洗心啊，其实孩子们能够有健康等快乐的一天来上课。其实大爱妈妈在幼儿园最主要的角色哈，就是成为我们老师教职人员的后盾。因为每一天早上呢，大爱妈妈的功能他们都发挥得很好，她会在外面帮我们负责指挥交通啊，然后有帮我们为孩子量体温啊，接孩子下车这样子，让我们的老师都可以很安心的在准备教学，然后行政人员也可以很安心的处理行政的部分的工作哈。那其实，除此之外哈，大爱妈妈的最大的功能，它也是在帮我们拉近亲子之间的一个关系哈。因为老师需要放下手上的所有的工作，去外面跟家长互动，其实还是有一些些的障碍，因为毕竟我们班上的老师都要去照顾孩子。除了迎接小朋友的到来，在每个星期五的幼儿园环保日，大爱妈妈也投入资源分类的工作，同时教导小朋友如何分类。2010年5月9日，
慈济马来西亚分会教育中心动土，当时的副执行长郭继航师兄认为需要志工来守护教育中心，就成立了大爱妈妈团队。最初大爱妈妈的任务只是单纯进班讲故事，但是随着大爱妈妈团队人数的增加，任务也开始多元丰富，除了能够配合课程的需要，也能够借此招募各种不同能力，让志同道合的妈妈一起为教育无私付出。接下来让我们透过镜头看看加入了大爱妈妈团队之后对妈妈们带来了怎么样的改变和影响。你们喜欢礼物吗？喜欢。这是谁呢？小熊。早期的大爱妈妈呢，是我是说很简单哦，她只是说走入幼儿园里面呢，我们只是进课室跟孩子讲故事罢了，所以我是抱着一个单纯的心哦，一个单纯的心，要讲故事，那么这个也是我的专长。开始我就是一个人走进去先，然后去看去了解。你给我是17个嘛，扣掉两个，15个啦。慢慢的时候呢，我们从一班讲故事，慢慢再延续成两班跟三班。那么在那时呢，我就有邀约了几位师姐，就是我们的慈义师姐，还有慈义师姐又邀了我们的慈端师姐，还有呢。就在邀了我们的慈电师姐，我们大家一起，就是上人讲，一样事情不是一个人能承担的哈，要多人承担。随着大爱妈妈的人数不断增加，任务也开始多元丰富，从早期的讲故事，到早上在门口迎接小朋友，以及守护小朋友的健康。如今讲故事的环节也为了能够配合课程的需要，转换成为人文课，这也让志同道合的妈妈们一起为教育无私的付出。因为他们毕竟还小嘛，对，小了他们不会拿文教的讲，在旁边跟他们讲，给他们怎样做，很容易罢了啦，没问题的啦，像我们的孩子这样。大妈妈呢，在每个星期的两天，就是星期二跟星期四呢，我们有大爱妈妈进入大爱妈妈的人文课，她是在下午的时间，总共老师给我们两个小时，从3:30到5点。大家加油！我们会教孩子们，茶道跟花道，就是会教孩子们呢，行仪，就是从行、住、坐、卧开始。所以呢，走路也要从基础而开始，从行而入定，给孩子能够入定。都准备好了哈，我们开始哈。嘴巴关，眼睛关，只用耳朵听啊。就是我们进人文课的时候哦，我们进班要点名哦，点名过后静心，我做这个静心啊最成功的，我就用这个选择手音乐哦，要教他们关眼睛，只用耳朵。4岁罢了，他们可以做到啊。静，我们班上啊灯也是关了哈、然后给他们静下，5分钟、6分钟、7分钟。也是没问题。张开，握手。成功带动静心，让一直认为自己学历不高的慈田师姐开始有了信心。还有看到是感恩，看你的眼睛。林子怡的，很美哦，对呀。虽然说是久而久之就习惯了。慈田师姐在与孩子相处的时候，还是会有自己一套的方法。
因为我们在孩子那边哦，我们用爱，用爱，用我们的爱心，用我们的爱啊，在陪伴那边。其实我们妈妈呢，在人文课里面呢，也是一个修行，啊，因为上人有讲的，佛法无量呢，孩子是无量的，法门无量呢，孩子无量。很多个，我们从很多个孩子的身上呢，能够学到很多的不同的法。所以在大爱妈妈呢，在人文课的里面呢，成长最大的还是我们妈妈。你们拿到颜色啊，就涂在你们的手上，涂啊，这个每一根手指都要涂到有 color 了，我们就这样卡装下去。每年都只带动四岁班的孩子，今年慈田师姐终于到了五岁班，与不同年龄层的孩子们互动，确实让慈田师姐获益良多。除了幼儿园人文班，慈田师姐还承担起参访团的协调窗口。从感恩被需要到全力以赴，乐于配合，在慈田师姐简单的理念里，蕴藏着了无限的智慧。大爱妈妈的承担使命是来自于正言法师的静思语：用妈妈的爱心去爱普天下的孩子，用菩萨的智慧来教导自己的孩子。就是这个妈妈心和菩萨情，让慈田师姐在付出的时候越来越得心应手，自己也因此受益。他也把所付出的、所学习的落实在家里。干掉去。像你觉得你改变最大的是什么？耐心哦，耐心。以前的习气是这样的，我家庭主妇，我三个孩子嘛，带孩子哦，上学、放学、补习，因为家师兄是啊，他只是顾他的我们的经济啊，哈，那些孩子呢，就是由我家庭主妇来顾。慈善啊，慈善了那个，这张纸用那张慈善。就是妈妈在参职慈济，加入慈济这个大家庭之前，她会比较用骂用打来教育吧。那我们就是。孩子等孩子啊，放学啊，还是补习啊，慢十分钟几分钟啊，出来啊，我就摸到啊，架走开了哦，给他追。那你有遇过这样情况？我没有，很庆幸的是没有，因为那时候就妈妈就开始慢慢接触了慈济这样子啊。啊，要加入慈济了哦，儿子在学同一队嘛，在恒毅嘛，中学嘛。半个小时还没有出来，我还是在那边等到他下来的时候还笑笑跟他讲啊，他大解释就是说没关系。洗菜。我们每次在幼儿园跟人家讲啊，家长啊跟教孩子讲啊，跟妈妈讲感恩，路上小心哈、啊。这些我们也带在家里。我的女儿要去上班的时候啊，我也会开门给她了哦，跟她讲哦，我跟她讲，路上小心哈，用心哈，专心哈，我都会提醒啊，送给你这么多哈、啊，爱心哈，这样跟她讲。那我们跟孩子啊，很亲切的咯。你的。你吃爸爸那里，吃多一点，好吃多一点，对不对？进了慈济过后，他就比较温柔一点的教育这样子哦，给没有这样常常骂哦，然后就都会比较轻声细语这样子教导我们这样子哦，啊，然后讲话方面也会。比较温柔，然后也比较会顾到人家的感受，这样子改变很多了，是啊，哦，改变很多了。比如呢？比如啊，讲话方面就很没有这样。我觉得就改变很多了。以前比较没有这样斯文了。
现在讲话很斯文。啊，这样斯文。哦。那还有呢？还有啊，还有服装方面也没有这样随便的。就是穿的比较。比较端庄一点了。啊，端庄。那以前你以前比较随便呐、啊，看了瓷器那些的。哦。金丝鱼啊，还有那个啊，金丝那个金丝堂里面买回来的书啊。嗯。上文写那些书啊，他也读了。以前不一样，以前拿到书就打瞌睡。哦。嗯。对了，又改变很多。啊，你们看到了这边，改把灯，把灯，把灯比较好，更庄严。好。OK。恭喜啊，生意兴隆。那你觉得你在妈妈身上学到最多的是什么？妈妈常常灌输的就是啊，感恩被需要哦，也就是知道有需要帮忙啊，就去帮忙这样子啊，不要让人家好像烦恼，怎样解决的东西这样子。那感恩被需要不会让自己很辛苦吗？就。看怎样看待哦，如果是做得欢喜的话，是不会亏待自己啊，多做多得这样哦。妈妈是最棒的，感恩妈妈的陪伴哦，一路陪伴。要感恩她哦，感恩她啦，她付出我的家庭这样牺牲这样多啊，照顾孩子全部读大学回来，很满意啦，很感恩我。很感恩妈妈，没有嫌弃什么啦，没有想什么。最近他做得开心，孩子也大了哦，他给我做我喜欢做的东西啊，也感恩他了，他是我的护法金刚哦，啊，感恩我家师兄幸福啊，就是我师兄给我自由哦，啊，那时间方面我有时间可以出来做志工，然后家里的。东西我欲望也不多咯、啊、要求也不多，那个就是最幸福的咯。因为感恩而付出，因为付出而改变，从低学历的没自信到在现实中看见自己的能力，从内在的脾气到外在的端庄仪表，家人们彼此感恩，绘画出动人的幸福妈妈。其实我们跟孩子互动的时候就是这样啊，要知道说，哎，老师在带的是什么啊？我们学校在带的是什么？其实开始呢，我们是从四五个人开始咯，就是说，口口相传，师姐邀师姐啊，就是说，哎，你有空吗？你过来当大爱妈妈啊，那么呢，你来补位。当时真的是没有架构咯，就是从今天想要做什么。就来准备，当天来准备说哦，要讲故事，快点去图书馆找一本故事，这样来讲罢了。所以没有培训，可慢慢呢，我们呢就一年之后呢，我们就有了培训。所以我们带妈妈们呢，都是有上过培训之后，慢慢就有成立了一些架构啊。我们有成立了一每一班的有师资，有班助理。守护什么？守护你们的人文班啊，大妈妈的人文班继续要守护，因为我们在培育更多的菩萨老师出来。从四五个人走到今天，建立起了大爱妈妈比较完整的行政架构。从单纯的任务到今天，已经是幼儿园不可或缺的无限力量。其实要做这个大爱妈妈呢，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上人讲说，我们要办的教育，就是要三角铁，要有孩子、有老师、有家长，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教育。很感恩哦，因为我们现在有六间幼儿园，每一间幼儿园它的特色就会有这个大爱妈妈，所以呢，我们每一间呢，就是在 Johor 也是大爱妈妈也成型了，所以我们也会下 Johor。去带还有去其他州也带大爱妈妈这样跟他们分享，所以我感到很欣慰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大爱妈妈团队呢，在每一年里面呢，
他都能够发挥到他的良能。其实从大爱妈妈的身教和言教中，我们身为老师更可以感受到一定要全心全意的投入去陪伴孩子，去教育下一代。希望我们现在陪伴的小小的种子它可以发芽，可以茁壮成长。那其实从他们大爱妈妈这一种无私的付出中更加会引发老师的一个慈悲心。我们老师也因为看见他们的这一个无私的付出，很多都已经有发心立愿要去当志工。我们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志工行列让这个社会可以更快的人心净化，社会祥和，达到天下无灾难。要把那个小爱化成大爱啊，它是一种很深入的法，很深入的法，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在深入去做，在走入每一个人的心中，走入每一个人的家庭，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找到找到真正的大爱。而且大爱不是说在我们幼儿园罢了，我们需要在走入更多的社区里面它是一个无话界的爱。大爱妈妈们用妈妈心踏入了校园，他们的身教言教不仅是孩子的老师无所求的付出身影，老师们看在眼里，感恩在心。大爱妈妈团队让许多参与的父母学习到爱自己的孩子，也要爱别人家的孩子。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对待方法，付出无所求的过程中，带妈妈们也得到了丰硕的成果，找到了内在生命的价值，以爱为智慧，用对的方法教育孩子们。在此际，妈妈们找到了他们可以学习以付出的方向，以妈妈心在此际幼儿园撒下爱的种子，以菩萨心化小爱为大爱，在孩子们最单纯的岁月里，一起守护大爱的幼苗发芽滋长，守护爱，守护健康，守护慧命。教育是三角铁关系，学生、家长、老师三者互动良好，提升教育的品质。希望更多的妈妈能够走进慈济幼儿园，在晨光开始时，就如晨曦般为校园带来了更多的亮丽光明，亲师生一起用爱编织慧命的摇篮，培养出知书达理的孩子，形成一个美善的循环。